你行不行？我们还有办法的，对不对？其实我刚刚是骗你的，我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要让我安心。李行志，李行志。为什么不责任？既然你不相信我，解释再多都没有用。无论你现在说什么，我都相信。陆成风，现在三个渣，只属于我一个人，好不好？下辈子换你守护我。好妹妹，要不是因为你，他们都不会死，全是因为你。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辜负了我们的相约，辜负了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欢迎大家来到电影《乘风而行的美丽》发布会现场。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本部影片的两位女主角辛迪和我们的唐诗女士。明知道咱们两个人关系不好，可是要让咱们两个人在同一场发布会，真是晦气。一眼都不想多看你。不过你最好悠着点，要是传出去你跟我不和，那你苦心经营的柔弱小白花形象可就泡汤了。我好想好想你。接下来我们有请到该电影的两位女主唐诗女士和 Cindy 女士，请入座。前段时间 Cindy 姐刚经历不雅照风波，如今又快速变组，请问是为了炒热度吗？清者自清，请各位不要相信谣言，公司已经安排起诉了，一切等待结果吧。我也觉得假的。咱们做艺人的艺德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能这么问也是因为大家关心你嘛。姐姐好贴心啊。你放一百个心，我 Cindy 不会错过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不安好心的人的。你听说您即将要出演的角色是原本唐诗小姐的，您抢了她的角色啊？怎么可能呢，我们公司内部呀一直很和谐的。那么 Cindy 休息的这段时间啊，也一直在提升自己，还专门回了趟荷兰。那么大家都知道 Cindy 啊从小在国外长大。什么荷兰，他是我们河南县城长大的，还 Cindy 好找地儿。找地儿啊，你不能成名就忘本啊，舅妈砸锅卖铁拉扯你长大，你不能不管我们的死活。我都给你们那么多钱了，你还来干嘛？就那一百多万，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娱乐圈一天就赚几百万，养了你这么多年，给你弟弟在北京买个房都舍不得。是啊，好招弟，不雅照都搞不了你，只能请咱舅妈来助助兴了。老板大气了，你以后肯定大火，比这赔钱货强多了。赔钱货？闭嘴，把你费的力气用在提升演技和业务能力上，早就当女一了。我当不了女一，你也休想，这辈子别想。叫你挑选的，叫我找房子。万众瞩目的国民女神 Cindy 在不雅照风波后首次露面，没想到被舅妈当众揭穿身份，再次爆出好招弟身世丑闻。这一次，她还能翻红吗？谨慎行事，少爷。这发布会您才是，这您不去不太合适吧？不去，本少爷才不会浪费无聊的时间。啊、谢少爷。黑咖啡研磨过细，烘焙太深，萃取应该用三又二分之一的浓度。还有，水质也太软，应该用北海道带回来的温奶，烧到75度再冲。是。好帅。
我头好痛啊！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是误入了哪个片场吗？唐诗呢？不是被他……嗯，他们还给我换了服装。不行，我得先去找 Peter。 哎，七姐，他怎么回来了？唐诗那个八婆敢推我，别老娘抓到他！刚刚那几个演员叫我七主，这是个什么剧本啊？哇，下次你也是人，你敢跳舞的？等等，怎么是个男人在跳舞？不爽夫的，快点！走开走开，人家小寡妇谁要买你的东西？小寡妇，等等，哇，这是穿越了，而且还是在传说中的女尊国。一个没有招弟的时代，我去，真的假的？黄美丽来了，她怎么来了？她又来蹭吃蹭喝了，上个月的账还没完呢，又来闹事儿了，大家快跑啊，快跑啊！别人穿越都是爽文大女主逆袭的剧本，我居然是条不学无术、别人喊打的咸鱼。清闲断，这是不祥之兆。看来七主此次回来，定要掀起豪府又一场腥风血雨啊！这十日前，大哥突然失忆，性情大变。昨日七主又在浴池边无故后脑受伤，至今昏迷不醒。豪府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可怜郝家爷爷，独守着一家负债累累的美妆铺。七主不学无术，爷爷膝下再无孙女。家里连个城市的子女都没有，实为惨矣。口多言，唯其离亲也。背后议论七主，乃是犯了七出之条，慎言。对，不能像大哥那样，被送进南德学院重修就完蛋了。这哪儿啊？我去。老大。你穿成这样，成何体统啊？不是老头，你谁啊？七主宠得好，招财又进宝，七主不受苦，将来能暴富。陆长风，你身为豪府的老大，华城的难得典范，这次失忆回来，把规矩都忘了，只能把你送到难得学院重修了。你别怪爷爷呀、啊！我不是你们豪府的老大，我是男明星，顶流陆长风。狗屁难得，都疯了，都疯了！谁跟缅北诈骗集团有什么区别？七主请了。嗯，七主，七主。这是我们一直的汤药。七主，这个话没吧？七主，请穿线。不是，你们听我说。有人不妥，七主请吩咐。七主，他们三个都是我夫君。哎，头好痛啊！这是原主的记忆吗？娘，哟，这小模样长得还挺俊俏，成吗？替你解了这迷情伞，也不算吃亏。去洗澡，等着我吧。我临行之前新修道。萧道乃是无情正道，不可时生破戒。这迷情伞可是要行男女之事才能解的，否则三天之内你将会毙命啊！姑奶奶，我救你回来可是给你抬举，可死也不会破戒。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杀了我吧。我好美丽越难无数，还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有意思，我喜欢。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奇奇怪怪的。你别碰我，这是我见到的倒影，不可抹去。什么道不道的？快乐的都一样。妈妈，我不愿进宫。见过，大皇女可是当今女帝唯一的姐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若跟了她，岂不是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翠红楼也能跟着带着逛。
是耽误了老娘的前程，看我怎么收拾你！走！没睁眼啊！郝家主息怒，是这贱皮子有眼无珠了。是花花失礼了，客官莫怪。你说你叫什么？奴婢花清晨。花清晨，怪不得最近算命的说我赌钱总输，是命缺桃花，得补桃花运。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呀！这桃花巷就你了，走，跟我去赌场。郝家主，我家花花已经被大皇女定了，马上就要进宫。您看，谁先给钱就是谁的，我看谁敢断老娘赌运。花花呀花花，以后你就是我们家老三了。妈妈，郝家主，最近小店生意真的不景气，您的保护费我实在是拿不出来了。拿不出来？我听说你们家小儿子正好到了出嫁的年纪，还有点姿色，正好我们家差个老四，去给我拉出来看看。妈妈，我们家孩子刚满十五岁，他还没到出嫁年纪啊。才刚满十五岁啊？十五岁，老大。确实有点不合适啊。合不合适用你说。正好趁着嫩的时候带回去，不然等他熟了以后就跟别人跑了。你放开我，我没罪。你们这群不分青红皂白的贪官。吵什么吵？郝家主饶命。回禀郝家主，这是苏家的小侯爷，因为家母贪污行贿畏罪自杀，现在又将他发配边疆充军为奴。我们苏府是冤枉的，我不服。奶凶奶凶的，今年几岁了？郝家主，苏家小侯爷今年刚满十五岁。又一个十五岁，今年算你走运，你儿子我不要了。好，我问了，这小奶狗归我了。这，他可是罪臣之后啊。十万两，这你不好交差啊。二十万两，县太爷那里我自会交代。好的，好的，好的。你干什么？小奶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家老四了。又是美好的一天。这原主也太丧心病狂了吧。你们别跪着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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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生气，那个我以前确实挺过分的，我先替我跟你们道个歉。道歉？不必这么绕弯子，要杀要剐去说，不必这么戏耍我们。七叔怎么可能是会道歉的？不是，你们听我说。你别过来。不必来这套，我们是不会相信的。你们能不能听我说，我是真心诚意和你们。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真的是 thank you。这纸底也没什么玄机啊，穿过来的怎么就穿不回去了呢？三哥，七主在这搜寻几个时辰，他到底在找什么？莫要放松警惕，先让二哥先去试探一番。七主是在找这个东西吗？七主前几日在此无过出现，我们已将此处探查，在池底发现此物。顶装喷雾，谁家好人穿越还带瓶顶装喷雾？老天爷呀，你的系统出问题了吧？再试一试。我回不去了。其实为何自寻短见？你不懂，我的心系马上就要开机了，我得回去。他在说什么？他不会跟大哥一样脑子也出问题了吧？美丽啊，这是干什么呀？爷爷。哎呀，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我已经跟村长儿子说好了，等你年龄一到就嫁回去。一老一小两个赔钱货，看着就晦气。反正我没钱给你掏学费啊。
招娣，这钱你拿着，去上学读书，拿着吧。爷爷，你这哪来的钱呀？我跟隔壁的王大爷说好了，水饺的摊位卖给他了。爷爷，我一定努力读书，不再让你过苦日子了。吃饱了肚子，明天太阳会升起，又是美好的一天，加油！爷爷相信你。爷爷，爷爷，你知道吗？我好惨。美丽啊，爷爷真的没钱给你了。爷爷听说你这次醒来啊，失忆了。人什么都可以忘，但是不能忘本。你作为郝氏第十五代传人，必须要记得你的列祖列宗正是郝氏第五代传人郝新宝最早打猎的时候在后山发现了艾美草，有润肤的功效，做成了膏状的护肤品。雪花膏。这是郝氏第十代郝银宝，他用金银花和薄荷提取纯露，用初春的花露做成了既能护肤又有驱蚊功效的水。直到你的太奶奶郝氏第十二代郝大宝在艾美草的基础上以蚕丝提取蜂蜜调制，做成了蜜露。大宝 SOD 蜜。郝府这一家也太卷了吧，既然回不去，那振兴郝府的重任就交给我了。爷爷你放心，我以前做过柜姐，出道后还跟过剧组，做过服化，学过美妆，而且我还代言过各大护肤品牌，你知道吗？我还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所以盘活咱们家郝府的美妆铺肯定没问题。爷爷行不行？美丽啊，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加入什么邪教组织了？听不懂没关系，反正我以前没让你过上好日子，但我现在一定努力把以前欠你的都给你。爷爷能不能把郝府家的账本借我看看？别信，这是欺主惯用的套路。他又在打郑晨的主意了，你忘了他上次是怎么骗你钱的了吗？一定不要给他账本啊，爷爷。虽然郝府掌印传女不传男，但是我们郝府就剩下这一间胭脂铺了，爷爷也不能把他的经营权交给你。掌印啊，还是暂时放到老大那儿最为妥当。不是，我只是想看看营收模式啊，还有那个商业模型啊，还有那个。够了，不要再对爷爷念咒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你盗了。就连爷爷最后的棺材本都被你输光了，你还想怎样？院主也太混蛋了吧！老二，你怎么跟齐主说话呢？规矩呢？既然出言冒犯齐主，自罚三鞭。哎呀，算了，不必如此。别再跪了啊！起来，不行，要有规矩。大竟然，美丽，你。我都说了，以前是我不好，现在的我不会那样了。哎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沟通讲理，不要再又大又贵的了好吗？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是在演戏吗？这玩意儿打人可真疼。爷，咱说回正事儿好吗？你到底要怎么才能相信我呀？想要掌印就听爷爷的话，赶紧给爷爷生一个大胖孙女，让郝府延续香火。延续香火。老爷，家主，咱们家老大在南德学堂又受罚了。老大，南德学堂？刚刚爷爷说掌印在老大那，看来他是关键人物，我得去会一会。赶紧去把老大接回来，那个公公啊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别把老大打坏了，咱呀、还指望他开枝散叶呢。刚刚爷爷说掌印在老大呢，拿到掌印我才能拿到郝府的经营权，看来这个老大是关键人物，我得去会一会。对对对，爷爷你说的对，我这就去。你敢打本少爷？我打的就是你，男人不听话就该打。什么破女作官，你们都疯了吗？你们这就是重女轻男，搞什么男女对立？堂堂花城难得模范陆成风，竟然光天化日下口出狂言，继续罚。兄弟你怎么进来的？我齐主月事的时候我忘了给他煮姜汤，明明已经算好日子了，哪里知道他提前了三天嘛。这就是你不对了，齐主的月事周期你都能记不准。那你呢？我齐主啊喜欢寻花问柳，
那天从翠红楼出来，沾了一身酒气，还把孩子给吵醒了。我就说了他两句。哎，这就是你不对了。女人嘛，喝点酒很正常，逢场作戏嘛。都疯了吧？等本少爷出去，先把你们这儿查封了。不对，我要买100,000把加特林把你这儿扫了。冥顽不灵，看来本公公今日对你下手还是太轻了。我今日定要用这尊七棍打死你！救命啊！阁下留人！郝招娣，是你吗？跪下留人！郝招娣，你怎么在这儿？难道你也穿越了？少穿越！老大，你穿成这样成何体统啊？不是老头，你谁啊？七主，放开我，放开我！还不快向七主行礼！我平日可是这么教你的。看什么看？还不快救本少爷！人家是叫你行礼，不是叫你应礼。我现在可是你的七主，请你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来羞辱我的吗？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呼风唤雨，能够拿角色和合约威胁我的陆氏集团大少爷吗？我威胁你，还不是你为了上位跟那些狗屁猪头一起拍什么狗屁不雅照，不然别人为什么威胁？你有必要当众把我不雅照的事情吼出来吗？你是想让人家看我笑话是不是？你看现在是谁让人看笑话？这个目无欺主，您还是使用尊七棍吧。你看，看笑话的人来了吧？滚开，死变态！本少爷说话的时候不许插嘴。凭什么骂人？你目无欺主，你口出狂言，我打死你！真的呀？算了。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救我出去？想出去啊？你求我呀！刘总。陆成风，怎么是你？介绍一下，这位陆成风是咱们本剧的男一号，男主角，也是咱们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就是陆先生点名让你来演这个女主角。嗯，好，你们聊。怎么这副表情？没想到之前自己甩的穷小子变成富二代了。你是来羞辱我的吧？当然不是，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前女友，当然要送她一份大礼。女，这个项目我可是花了2亿呢，不给面子。你明知道我酒精过敏，可以为了上位跟那些猪头拍什么狗屁不雅照，在我这装矜持啊？我怎么知道你过敏是不是真的？你谎话这么多。果然为了上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想拍戏，跟我说呀，我有钱，一部戏几个亿而已。为什么要作践自己？不觉得你这样很脏吗？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你到底想怎样。想拍戏？求我？想让我求你？绝不可能！我不仅要让你求，我还要让你之前对我做的事情道歉。不可能，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哼，跟我玩道明寺啊。你继续。公公，哎，我们家老大就交给你了，要杀要剐随你便。等等，我给你道歉。对不起，求你带我出去。给我顶上。看来大哥
完全不记得我们要杀七主的事情了。也好，大哥本来就对我们杀七计划百般阻挠，现在也算少了个阻碍吧。七主诡计多端，现在要觊觎长义，我们不能任由他毁了好否？二哥，你会不会觉得这次七主回来像是变了个人？哎，对啊，还跟我们道歉，怪吓人的。我查过七主的伤势，像是被钝器打伤的，是不是你们谁先行动了？嗯，还是他知道我们的计划？真不是我，兴许是七主自己爬假山偷看我们洗澡摔的呢。那我们现在，二哥，你觉得七主真的改变了吗？让你不从，你让你不从，你打死我吧！我萧丹是无情道，我死也不会再破情。我就不信了。啊！真是晦气！老娘这几天躲田老叔，肯定是被你咒的。来人，给我把他关进柴房，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让他吃饭。苏美丽，你这个混蛋，杀了我吧，给我个痛快，我死也不会从你。我就是喜欢看你这副要强的小模样，怎么舍得杀你呢？我要一点一点折磨你，折磨到你从容一起。我不相信一个本质恶劣的人能在一夜之间改头换面，我们不能被他一时的花招所蒙蔽，任由他毁了好否？毒药我已经下在金杯里了，一会儿别搞混了。反正前一秒钟掉进我家游泳池，下一秒就来到这儿了。所以你比我早穿越过来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咯，我们也穿越不回去了。你陪我在爷爷面前演戏，假怀孕一下，让我拿到掌印，我会让你好吃好住，不会为难你的。这种男主我平时是最不喜欢接的，一家之主不出两集就要被反派搞一次，这是另外的价格。那事成之后我们五五分，够诚意了吧？四六，我六你四。三七，我七你三。你疯了吗？就给我三成。四成最多了。不行，最少五成。成交，五五分。OK，Let's go。老大回来了。爷爷，你来的正好，我和陆成峰说好了，今晚我们就抓紧圆房。好。七主，请喝茶。不对啊，这怎么又五五了？大哥，这是七主专用的金杯，可别越矩了。是啊，大哥。有病！七主饿了吧？这是郝府的菜单，看看今晚想吃什么，妾身亲自给你下厨。老四会卤煮，老三会面点，老二会煲汤，老大会满汉全席。嗯，老大，好久没有尝你的手艺了，要不今晚你下厨吧？爷爷，我好久没做菜，还是算了吧。是啊，大哥才刚回来，今晚还是我们来做吧。哦，你可是那个无所不能、了不起的陆成峰啊，你连这个都不会吗？王美丽，你别激我。哦，你要是有本事，我就不信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陆大少爷能会这个。一会儿你分散大哥的注意力，我趁其不备，将要下到七主的金饭碗里面去。刚刚大哥不会知道茶里有毒，故意不给七主喝的吧？二哥，要不然我们往七主平日爱吃的菜里面下些毒，确保万无一失。不可。万一爷爷和大哥误食了怎么办？更何况大哥厨艺了得，调味有些许不对，他肯定有所察觉。来人，上菜。满汉全席是差了点，但是中西合璧的菜式还是可以吃。又被你装到了，你什么时候会这些的？我家有五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不会这些我怎么经营？各位，手艺不精。这一杯我敬大家。身着还摇酒杯，这酒的味道好特别啊，细皮还有葡萄的香味。醉红楼的美酒佳肴无数，我还是头一次尝到这么神奇的味道。妙哉，你不会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自己酿了葡萄酒吧？对啊，用紫罗兰黑梨素烟熏烟草做底料，
再用豪府的酒做底酒，加入葡萄进行发酵，当然也用了些化学手段加速发酵，口感差了些，凑合着喝。那算是我小看你喽。同样是医学系毕业的，我都学了些什么呀？其实这酒口感其实还是不错的，酒香适宜，香气扑鼻，果香浓，丹宁很抓口。丹什么宁？什么丹宁？口？抱歉啊，各位，说的有点多。大家别光顾着喝酒了，来尝菜。哎，这是什么？焗蜗牛。蜗牛是什么？在你们这儿应该叫天螺丝。以前只听闻过天螺丝可入药，没想到大哥竟然可以做成美食。这些新菜式，大哥是从哪里学来的？以前竟从未展示过。突发奇想，突发奇想。等等。哇，居然在这里还可以吃到牛排！你就说我是不是无所不能的陆少爷吧？那算你厉害，行了吧？大哥肯定有问题。二哥，我们怎么办啊？先别轻举妄动。美丽，爷爷跟你们碰一杯。我在美丽和陆成峰的杯子里面啊，都下了合欢散。今天晚上，他俩还不得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孙女？爷爷，这酒我不能喝。我没听错吧？七主这么嗜酒如命的人，我现在戒了。不过爷爷放心，我保证以后滴酒。那倒也不必。爷爷，他酒精过敏，这杯我替他。好酒。我走了，这药劲凶啊！陆成峰服了两份，这万一等会儿药效起作用了。我看吃的也差不多了，大家抓紧回屋休息吧。准备今晚的行动。我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热？这怎么热？陆成峰，说好是给爷爷演戏，你不会想来真的吧？不对劲儿，我现在这个反应应该是被爷爷下了烂俗剧情里都会出现的合欢散。这玩意儿可真上头啊，得赶紧离开这儿。陆成峰，你冷静，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随便的男人，当初可是你甩的我。陆成峰，可是，可是。我这是被赶出来了吗？我在期待着什么？明明不想跟他怎么样，我们俩已经分手了呀。这陆成峰，发什么疯？大半夜把我赶出来干什么？我不要面子的吗？快死了。还好本少爷意志力强。好着急。要不是为了黄牛，让啊！雨晴，要有规矩。难道他真的变了吗？林行之，你怎么在这儿？我上来看月亮了，你呢？我在练剑。大半夜练剑啊？啊，对了，我正好有事想问你。爷爷一直提到的艾梅草，原料来自于哪儿？在豪府后山，工人每天都会去那边采药。啊，那你明天能带我去看看吗？我想顺便去城里的胭脂铺逛逛，我想做个市场调研。他又想说什么话招？也好，说不定明天可以伺机在后山动手。
好，我带你去。嗯。他为什么突然抱着我？奇怪，我竟然一点都不想推开他。去，走。这人身上好香啊。林行之，我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刚刚起风了，我怕你着凉，我先走了。嗯、他怎么以毒乱回啊？啊、他果然还是死性不改，扯我的身子。我刚刚是说，能不能今晚借住你房间一宿？我实在是太困了。啊，别白费心机了，当年要不是你给我下药，让我被迫行了男女之事，我才不会嫁给你。如今虽然我已经被逐出师门，但我依旧潜心修行无情道，我是不会跟你行房的。陆成风，你要配合我演戏，别被发现了。你俩果然有阴谋。好疼啊！疼就对了，当初你是怎么折磨我的？折磨你的不是我，是郝美丽。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当初是怎么把我们当玩物一样折磨。我是靠脸吃饭的，我还要上镜呢，要了我的命也不能毁了我的容啊！求求你了！现在知道求我了，当初我求你的时候呢？郝美丽，去死吧！郝美丽，去死吧！你不要杀我！原来是在做梦。这张清冷清玉的脸，真是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院主真是不知道珍惜。你醒了？那个，你坐这里一晚上了？修道之人，打坐入定是常事。这个好香啊，是你做的吗？妾主若喜欢，拿走便是。谢谢。我是说昨晚。你别误会，我不是关心你，我只是怕你在外面睡了一晚，到时候生病了还要我们照顾，更麻烦。我。你是昨晚摔着了吗？无妨，习惯了。啊，昨晚这药效太大了，竟然在冷水缸睡过去，泡了一晚上。郝美丽，你怎么从林心之房间出来了？关你屁事！你怎么看着这么疲惫、啊？折腾一晚上，能不疲惫吗？折腾一晚上。本少爷为了你在冷水缸泡了一晚上，你转眼就睡了别的男人。我也奇怪，妾主昨晚不应该在大哥那里吗？怎么突然……我突然有事。林行之，快走、啊、我们要出发了。你们干什么去啊？妾主让我陪他去后山。后山这么远吗？我也要一起去。原来就是去采个药啊，早知道不去、好累啊。本少爷这辈子没走过这么多路，我为什么要答应帮你？真是上辈子欠你。你又是大哥坏事，害我不能在后山行刺其中。难道大哥真的在假装失忆？
林行之，这个送你，昨晚谢谢你。谢主，这。怎么那么多人呢？姐姐，我也想要那个弓箭。我们女尊国的弓箭是送给爱慕之人的，寓意一箭射出去就不再回头。等你有了心上人，再买吧。他居然送我弓箭，送给爱慕之人，看来昨晚他们俩真有情况。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皇宫贵女都在用的凝香粉限量开市，养肤美颜定妆持久，五两银子一盒，抢到就是赚到啊！我要一盒，哎，给，哎，来来来，我也想要，我也要，我也要，这可是宫中秘方，是我们大皇女为了爱美的百姓们求来的特效定妆粉，用来一面能保证全天的白皙面容。这批卖完要断货了啊，抓紧啊！嗯，这不就是铅粉吗？我奶奶都不用的东西，还当个宝。大姐，这玩意儿很劣质的，里面都是铅粉，用多了会中毒的。你懂什么？这是大皇女同款，宫里人都在用的。我当然懂了，你看我皮肤。哎，你不是好美丽吗？好家伙，你们好府胭脂铺不行，就来污蔑我们的凝香坊。就是，你们好府东西不行，别来耽误我们买别家的东西。记住，不必与他们争辩。他们说我们不行。不行哎，你能忍吗？你个死八婆，说谁不行？你才不行，你全家都不行，你全小区都不行。信不信我把你店给砸了？只会骂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拿出更好的货品来啊！拿就拿。上。啊，你行你上啊。要是能把现代的化妆品带来就好了。上就上。哎，官宣一下。好事美妆铺即将在我们好家主的带领下发布全新的定妆产品，绝对比这破玩意好用一千倍一万倍。你哪儿来的自信啊？本少爷自有办法。又是郝美丽这个贱人，你不是答应过我能弄死郝美丽吗？你不是应该已经将她解决掉了吗？怎么现在还能来我们宁香坊闹事？出了点意外，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是你亲自答应过我，要弄死郝美丽。快点动手，我可没有那么多耐心。我知道了，我相信。又是郝美丽这个贱人，你不是答应过我能弄死郝美丽吗？你不是应该已经将她解决掉了吗？怎么现在还能来我们宁香坊闹事？出了点意外，我还需要一些时间。你亲口答应过我，能弄死郝美丽。快点动手，我可没有那么多耐心。不要命令我，我不是在替你办事，我们只是交易，各取所需。放心，事成之后，我保证能让你重返师门，修你的无情的。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不要找我。有个性，我就喜欢硬骨头。可惜我喜欢的不是你，是你们豪府的另一个。虚主和大哥到底在搞些什么呢？都一个多星期了，看来这次是认真的吧。我才不相信他们能搞出什么像样东西。不过这次七主给的海藻凝膜的确很管用。嗯，这几天皮肤都光滑了不少呢。这是豪府的一小步，但可能是人类美妆史上的一大步。定妆喷雾，你居然真把它搞出来了。我都说了能做出来，按之前说的五五分。容我先试试看效果。嗯，大功告成。开始测试。嗯，防水测试通过。嗯，防油测试通过。
房蹭测试通过。怎么了？这两天心事重重的。还好意思问，还不是你跟这几个男人不清不楚。你装穷学生装上瘾了，快回来！为了陆氏集团跟唐氏集团的千金唐氏联姻，是你唯一的出路，不然就再也别回这个家了。嘘，我叫他出来的。走，我带你看个东西。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啊，对不起啊，快走啊！就在这停吧，我不想让同学知道我的身份。好的，少爷。陆成风，这个送你。没有自行车很不方便吧？学校这么大。我家其实……没事，我打工一个月就能挣回来。你现在比较困难吗？赵鼎，我会跟家里摊牌的，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以后不会再让你吃一点苦了。喂，小弟，你到哪了？我想送你个礼物。陆成风，我们分手吧，你给不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已经退学了，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怎么了？那个，趁爷爷现在高兴，想办法帮我拿到账。哦，知道了。不好了，花公子的母家老鸨子在外面闹起来了，说花公子再不出去，就要把侯府胭脂布砸了。什么？这又省哪一出啊？侯府的人都死绝了吧，都给老娘死出来。你就是花清晨的母家翠红楼的老鸨。装什么不认识？好美丽，花清晨的卖身契可是你亲手给我签的。嗯，长得跟皮特一模一样。老娘已经替花清晨另寻良配，大皇女愿意出500两买她。我劝你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别耽误老娘做生意。又是这个大皇女。你一个白马会的妈妈子，你嚣张什么啊？哟，我看这位公子的姿色也很不错嘛，不如你替他嫁了吧。拿开你的脏手，还挺倔，不叫人是吧？来人，抢！站站！别动！谁敢动我们老大？刘总，他是刘总。别怕，柚子。你不是说上次是最后一次了吗？哎呀，那是刘总最大的投资方，后面那么多资源你怎么办？我告诉你，必须好好维护关系，听见没？要不然你爷爷的医药费哪有着落呀？真是的。哎，刘总，国民女神森迪果然名不虚传，又漂亮了啊。来来来，这边。矜持啊，我懂。哎，喝什么酒？喝点酒就好了，一会儿就放开了。我酒精过敏。你也入行这么久了，这点道理都不懂？我是真的过敏。上次都喝了，这次我温馨下我面。我不行、啊、喝点儿。你咋这个劲儿？你给我装什么清纯？喝。你经纪人已经把你送给老子了。没事了，别怕，我在。走。别怕，我在。那天救我的人是陆成风。老大，属下来迟，化成野狗帮。世子孝顺，野狗帮帮主好美。竟然意外解锁了新技能，我居然是野狗帮帮主。野狗帮，给我干他们。哎呀，
好，一个月后你要是拿不出钱，我看你怎么办。走。老大，没事吧？各位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都干什么业务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咱们平时收保护费、要账、催债，偶尔捉捉奸、当当山贼什么的。天哪，跟黑道不沾边的一样都没有。你们回去吧。是。哎，对了，那些非法的事情，人呢？是吧？是吧？是吧？哎呀，刚刚打得太投入了，崴到脚了。我帮你，我帮你。不好了，三哥在房间里哭呢，说要悬梁自尽。我花倾城，一介青罗男子，虽为奴为婢，但也是有自己的气节的。如今因为我，让本不富裕的豪夫雪上加霜，我又有何颜面苟活于世？花倾城，你先下来，万事可商量。人活一口气，死了算什么本事？我若有本事，又怎会被你们卖来卖去的？当初把我从大皇女手中抢出来的是你，把我卖掉的也是你。如今你又跟我们道歉，又要把我们赎回来，我根本分不清楚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不是，卖你的不是我，是那是我脑子磕坏之前干的事情，现在的我不会这么干的。你先下来，乖听话。凌凉，凌凉，连这白绫都戏耍于我。记住，我是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无用的人？不是，你不是个没用的人。记住，你别安慰我了。我没有安慰你，我问你，醉红楼一共有几个花魁？一个。那你为什么能当上花魁？因为一副好皮囊。因为你唱跳俱佳，容貌瑰丽。这样的你怎么会没用呢？可是他们都说，他们都说你跳舞跳得不好，情商超低，连陪人喝酒都不会，对吗？你怎么知道的？这是典型的职场 PUA。啊？因为我曾经知道一个人，他和你的经历非常的相似，他也经常被这么说。可是，他都熬过去了。他现在可是全国，不，是全球有名的巨星。收获了非常多的喜爱，那些打不倒他的都变成了他绽放的燃料。相信我，只要活下来就会变得更好的。你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么多？因为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如今全皇城的人都知道大皇女的手段极其狠辣，最爱将男人折磨致死。若你将我卖给他，我不如现在自行了断。相信我，我有办法赚到钱，一个月内保证把你赎回来。别骗我了，像我这样的一个残花败柳，不会有人要的。我花倾城，空有这一身皮囊，又有何用？你可以当我们的形象代言人。代言？陆成风，你擅长经商，负责财务和总体运营；林行之，你负责药理，熟悉原料配比，负责监督生产和原材料供应。苏云飞头脑活络，非常适合宣传营销。姐姐，不错，小侯爷果然画技了得。哎呀，
现在还缺个跑腿的业务员。砍谁？什么砍谁？别再打打杀杀了，说好了要有亲和力。给你个任务，哎，美女，看一下啊！阿狗，不可以那么凶，记得要有亲和力。比心，比心，亲，快来看啊！看，这定型喷雾喷上，擦都擦不掉。哎，这个效果不错呀。那肯定的，拿着这个传单，我们开业大酬宾有优惠，只有三天时间。这么划算啊，那我们去看看。哎呀，谢谢亲，比心么么哒。来来来来来，赚钱了赚钱了，七主真是太厉害了。七主，你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没有，我只是瞬间想起了我原生的弟弟，从来没有被他这么夸过。原来被弟弟称赞是这样的感觉，真好。我都不知道七主原来还有个弟弟，那这样的话，以后我就叫你姐姐。好呀，弟弟。姐姐，姐姐。弟弟。嗯，好招弟啊，好招弟，你真对得起你的名字，招弟。你绝废物！这个破东西影响了我们凝香粉的销量，啊！大皇女戏弄，还有你，连个男人都抢不过来。大皇女。好美丽，哪有资格跟您抢啊？是啊，男人嘛，比花清晨姿色好的多的是啊。他好美丽，偏偏要跟我抢。这个家伙处处跟我作对，总是碍我的眼。看来这次要本宫亲自出马了，该让他出场。傅粉何郎这个成语说的就是他。魏明帝也听闻他的美貌，找他进宫，想看看何晏是不是天生就长得这么好，是不是化了妆的效果。于是命人端来了一碗大汤面，想要让他吃得满头大汗。大汗淋漓之下的何晏必定会脱妆的，怎么办？补妆呗，就在面前盯着自己，哪有时间补妆？那怎么办？当然用我们的桃符定妆喷雾，就是这款神奇的定妆喷雾，只要轻轻一喷，隐形又保险。你说了半天，那这能有凝胶粉好用吗？我用我的人格保证，肯定比那破玩意儿好多。你的人格值几个钱啊？唐诗，你也穿越了？放肆！这可是大皇女，当今女帝唯一的姐姐，岂容你在此造次？还不快跪下！我又没罪，为什么要跪？哎，我说，郝美丽染了一身脏病，还敢出来卖东西，也不怕传染我们花城的老百姓吗？你胡说什么？我没有染病。你还没病？哎，我这干儿子花清晨原本是翠红楼的头牌，就是他郝美丽把脏病传染给了我干儿子。我才割爱让花清晨嫁给他的，我们翠红楼可容不得这种染了脏病的人。你放屁，我哪有病。七主，你没事吧？你们看呢，他又要发病了。不信啊，问我干儿子们。没错，他平时最喜欢拈花惹草，每次去翠喜楼都顶不同的难关，传染了好几个人了都。这不发病的时候和常人一样，一旦发作了奇痒无比。我看过花清晨发病，当时他突然浑身溃烂发疮，大吼大叫，幸好呀我当时没靠近他。你们别听他们胡说。这个症状不是因为酒精过敏了吗？是怎么回事？刚才茶水里面有酒精。确实有小味。
美丽当场发病了，他府这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谁知道有多少人感染这脏病？这么不干净的地方卖的东西，你们还敢用吗？大家快跑吧！这个病啊，传染性太强了。静泽口舌生疮，浑身瘙痒；重泽全身溃烂而亡啊！如此帅气的一张脸，可惜本宫现在已经对你不感兴趣。得不到的东西，那我就毁掉。哎呦，好美丽！看看你这狼狈的样子，好好在你的豪府混吃等死不好吗？非要搞什么定妆喷雾，跟我斗？你也配？我配？你怎么跟唐氏一副德行？你们这些反派，不说这些台词会死吗？还敢对大皇女不敬？我非得教训教训你！还有你，趋炎附势，狗仗人势，容嬷嬷都比你有战斗力。你什么你？老娘宫斗戏拍的可多了，怕你啊？算了，随他去吧，看他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郝美丽，之前要你痛快的死，你偏不，那我就留你活着，然后一点一点的折磨你。我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走着瞧。很疼吗，姐姐？都怪云飞刚没有护好姐姐。这不怪你，他们一看就是有备而来的。倒是这大皇女怎么会知道你酒精过敏呢？眼下之计是想想如何恢复豪府的声誉，现在都没有人敢买豪府的东西了。对了，刚刚那些难关我都熟悉，都是平日里被妈妈虐待的奴隶，想必一定是妈妈让他们这么说的。我去说服他们，让他们说出真相。别去，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句话我经历过，没有必要因为谣言而陷入自证。对于那些不相信你的人，解释多一个字都是浪费。那个，你的腿好像脱臼了，我需要关节复位。我曾经练武的时候胳膊脱臼过，复位很疼的。姐姐可能忍。你们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对郝美丽说。你要说什么？神神秘秘的。我喜欢你，郝美丽。虽然我曾经真的很生气，想忘记你，但我发现 我做不到。虽然你不辞而别，有其他男人，但我心里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无论你现在说什么我都相信。其实那天我是因为云，姐好啊。好了，所以你刚才啊，流星花园里道明寺的台词怎么样？我演技不错吧？你不会以为我真的要请你吧？怎么会？所以你刚才说因为爷爷什么？不好了，刚刚店铺门口围满了要来退货的人，爷爷见状一着急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快去看看吧。什么？爷爷，你终于醒了，我好怕又见不到你了。爷爷老了，是时候把豪府的掌印传给你了。掌印？这段时间爷爷看到你努力的经营豪府，
你们几个齐心协力的创业，爷爷很欣慰。可是，眼下侯府又陷入了危机。只要你们齐心，眼下的危机算什么？总会过去的。爷爷相信你。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过几日我身体好些，才正式举行交接仪式。你们都先回去吧。嗯。我对老爷子的病症和用药都比较熟悉，这几日由我来照顾爷爷吧。去吧。林青芝，这个送给你。昨晚谢谢你，这是豪府的一小步，但可能是人类美妆史上的一大步。我呸！龙嬷嬷都比你有战斗力。我说你什么你？老娘宫斗戏拍的可多了，怕你啊？独儿，你既已入无情道，便不可再动凡心。一旦有了情，便会内功反噬，体内气血倒流，痛苦难耐而亡。是时候做个决断了。你竟然给爷爷下毒！原来真的是你。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身上的香味有问题。是麝香吧？你房间里点的就是麝香，就连你送的荷包也是麝香，难怪郝美丽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生育。还有昨天，你明知道我对酒精过敏，对那杯子动手动脚的人也只有你，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恨你，我恨你让我报了道义，让我成为师门之耻。我管你什么狗屁道义！道义难道比人命还重要？事到如今，往日修行全部付诸东流，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是，哥们儿，你摩羯座啊，这么固执？虽然我们曾经都想杀了七主，但你也不能害了豪府和爷爷吧？大哥，你这次真的过分了。你走吧，我们和林，从今以后，你和豪府再也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光水的地界总是很美丽，初见时你的笑那么熟悉，离开的时候假装没有雨，懦弱的我依然爱着你，没说出的再见，你的背影静静地。我恨了你这么久，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不恨你，你却不信了。再遇见，也许已有人替你撑伞，想起一起躲过雨的那天。有了这定妆喷雾的配方，我看他好美丽还拿什么跟我斗。你的任务完成了，回你的山里修道去吧。等等，我还有个要求。哦，我要加入宁香坊，彻底搞垮豪府胤禛。求之不得。话说教坊司有位花魁红极一时，多年来教坊司的老鸨利用花魁的美貌赚取大量的钱财，私底下却对花魁和其他男官们极尽虐待，非打即骂，还将他们当成物品这样卖来卖去。可因为价钱谈不妥，他就诬陷花魁染上了脏病，害得花魁差点一条白绫含恨而终。你们说这还是人吗？这其实是我的真实经历，
翠红楼的老鸨就是在诬陷我们，我跟我们家妻主其实根本就没有染上脏病。你的命好苦啊，谣言只是智者，请大家帮帮我们，还我们一个清白。那我先带头买几瓶定妆喷雾吧。谁说豪府的东西不能买，我也买一瓶。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全场买一送一。辟谣最好的方式就是讲出另一个故事，来改变谣言原本的模样。哎，我们宁香坊也推出一款喷雾，是大皇女亲自研制的，大皇女再亲自售卖，今天买一送一，快去看看吧，走。这是我们宁香坊新推出的宁香喷雾，是我们大皇女为花城爱美的百姓们从宫中谋来的秘方。今天大家有眼福了，大皇女亲自为大家试妆。这个人心之叛变得可真快。其实二哥他什么二哥，他现在已经是大皇女面前的大红人了吧。哎，大家都可以试试啊一会儿。哇，大皇女你可真漂亮。大皇女皮肤怎么这么好啊，他那个东西咱们又总没错。对，哎，我也要一个。哎，我也要一个。给我也来。我要抢了。大家都别买。其实大皇女才是染上脏病的。花清晨你疯了吧，看我们喷雾卖得好，狗急跳墙了是吗？哦，对了，我听说你们侯府的二房刚刚跟你们妻主和离了，你们侯府的妾室都跑到我们宁香坊来了，妻主做成郝美丽这样也是够让人笑掉大牙的。花清晨，你不弃暗投明，自有人想得比你清楚。林行之，你太过分了，居然敢做叛徒。啊，大家快看，大皇女犯病了。你传染了吧？这怎么这么凉？是喷雾有问题。事实就是，你们宁香坊就是小偷，窃取了我们豪府的东西。你别血口喷人。你说这是你们宁香坊的东西，可有配方？当然有，这是我们大皇女在宫中亲自研制。嗯。大家请看，这两种配方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在这凝香喷雾中多加了一味天麻草。这是我刚从豪府药库里取出来的天麻草。大皇女，你们喷雾里的配方可是此物？正是此物。那就奇怪了，此草毒性极强，只要轻轻的一触碰就会奇痒，浑身起红疹。此等配料如何出现在美妆用品当中？大家快看，大皇女的手已经开始发作了，可见他们完全不懂这个配方，真的是拿来盗用的。你敢骗我？大皇女刚刚也说了，此配方乃是宫中秘制，我一个被豪府合离的妾室怎么骗得了大皇女？除非此配方出自我手。给我闭嘴。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快给点钱把这些人打发了，快去。大家莫慌，在我手上的是专解天麻草毒性的药膏，拿回去涂抹个几天自然就好了。哎，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好好在你的豪府混吃等死不好吗？非要搞什么定妆喷雾跟我斗，你也配？现在知道谁不配了吧？你给我等着。二哥，深夜找我有何事？我给了大皇女一个假配方，会有副作用。
这个是解药，不要让戚主知道。二哥，你为戚主做这么多，他却一直误会你，何必呢？他性格直率，恐怕会露出马脚。只有他越恨我，大皇女才会越相信。至于我，曾经做了那么多伤害他的事，也不算冤枉。 没说出的再见，你的背影，静静地。真讨厌不诚实的小伙。没删除的回忆，不打扰的牵挂，静静地。下个路口再遇见，也许已有人替你撑伞。想起你，家里算没房，爷爷的药就不补了。为临时的心酸。 我最讨厌那些不长嘴的角色了。啊，你为他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跟他说？别整这些自我感动。二哥，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的。嘿嘿，这个还你。 谢谢你，这次我不会再放给你了。喂，你们，戚主，你们两个怎么脸红了？林星志，你该不会喜欢他吧？这家恨不得杀了他，准备这么快的吗？早知道刚才人走就好了。对。 我就是喜欢他。二哥，这是怎么了？他应该是对戚主表示感谢吧？感谢？感谢？他不会喜欢林星志，他不会喜欢林星志。 他不会喜欢林星驰，他不会喜欢林星驰，他不会喜欢林星驰。嗯，不是你走路没声音，你女鬼啊！林星驰跟我说，之前是你鼓励他回来的，谢谢你。本少爷只是看不惯有些人没长嘴，活该有误会有苦衷被人误会。 你来就说谢谢，没别的。其实那时，戚主，三哥让你麻烦你，说有事找你。好，那我去了。哎，大哥，你就你话多，不是？哎，大哥。嗯。 妈呀，这男人妹子来了，这么女人还有命吗？夜深露重，就让妾身来服侍你吧。嗯，愿与妻主共度良宵，以报妻主赎身之恩。这花清晨果然是花魁，也太会撩了吧！ 我帮你是一种女性的互助，不用你用身体来换。可我只是个卑贱的男子。我说的女性是一种处境，一种共情，不是性别。戚主，您是不是嫌弃妾身啊？不，你非常好，绝对是那种贼招榜一大姐喜欢的那种。那么戚主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你自己的。
别人视你如杂草，你要视你自己如珍宝。明天就是跟老鸨约定好的赎身期限了，到时你就自由了。自由？这不公平的世道，何来谈自由之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在不久的将来，你要相信，将会有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的时代到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真好。嗯？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往库房里去啊？那是醉红楼暗卫的衣服，我认得。喂，说，来这里什么目的？是醉红楼的妈妈，她让我深夜潜入豪府，我原谅你想多了。为何寻死？反正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妈妈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正值青年，有手有脚，为什么不找别的出路？这些官奴都是罪臣之后，好一点的就会被有钱人挑回去。做了田房，或者是贱卖到青楼，妈妈让他们做什么便做什么，剩下那些只会被发配到边疆卖器官或者做奴隶。啊，这么惨啊，你不如留在豪府吧，我这里肯定能让你填饱肚子，保证不会让你再做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谢好家主。这个翠红楼不过是个青楼，凭什么这么嚣张？记主有所不知，这翠红楼表面虽然是青楼，实则背地里藏着花城最大的财富密码。翠红楼表面上是培养男官，实则是为每年的选美大赛输送选手。花城历来以美为尊，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选美大赛，届时各国的达官贵妇都会前来观战，以此带动花城与各国的商业往来。只要拿到选美大赛的冠军，他们的小巷便会传遍全国，备受追捧，而这些各国有头有脸的人物就会去口口相传，自然全国就会有大批的人蜂拥而至，想要一睹冠军的风采。翠红楼主要目标客户是接待来自全国的达官贵妇，这些人背景显赫，身份神秘，掌握着来自全国八成的财富，只要能服务好接待好这些客人，钱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们在门口随手一挥撒下的赏银，甚至比普通客户半年的消费都要高。除了赏银，老鸨最大的利润则来自于合作商铺的分成。在他们接客的时候会向客户推销，客户签下订单，很快这些东西就会销往全国。而其中最大的合作方就是大红女，她名下所有的产业都跟翠喜楼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些达官贵妇远道而来，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为的就是能看上花魁一眼。所以每年都有大批的男官被抓来参加训练，轮番淘汰，最终只有几个人能进入最后的备战。总之，除了能参加决赛夺魁的人，剩下的都是玩物和垫脚石。我知道怎么办了。废物，你连这点事都干不好。怎么，就这几鞭子就不行了？回妈妈，她前段时间感染了肺炎，久治未愈。现在恐怕把我们几个都传染了。不早说，赶紧给我滚远点。我告诉你们，翠红楼可没钱给你们治病。妈妈，有客求见。不是告诉你训练期间不见客吗？他说他是娘家人，不是客。娘家人？哼，姑奶奶，我来给花清晨赎身了。竟然真被你凑齐了。怎么，在想昨晚投毒了？怎么没成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跟你废话了，花清晨赎身600两，这六1000两
后面的那些我都要了。加上昨晚投毒的那个，够不够？陶美丽是不是脑子坏了？竟然要买这些最不值钱的男奴？正好这些人患了病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赶趟。好，成交。阿强，多亏了你通风报信，让我们装病，才逃出了翠红楼。哎呀，这都是郝家主的主意。若不让你们装病，老鸨一定会坐地起价，不会那么轻易放你们出来的。多谢郝家主仗义一回，救我们于苦难。起来吧，起来吧。你们的处境，花清晨都跟我说了，以后你们就帮野狗帮一起干活吧。在这里，我包吃包住，也算是个正经活吧。谢郝家主，谢郝家主，谢郝家主。起来吧，起来吧。啊，我有东西要给你。这些人是？我买的。买的？嗯，有钱任性。你买了一堆男人回来？他们是官奴。那也是男人啊。今天我心情好，就不跟你吵了。我还有正经事要办。这个笨蛋，连自己生日都不知道。什么？乘船出道？什么？乘船出道？我看你是疯了，搞什么乘船出道、豪府寺？你想啊，乘船出道的流量肯定大于个人 solo 啊，你们就答应嘛。什么 solo？什么成团？不过这两年的确有改规则，最后一轮是团体赛，很多选手都选择结伴参赛。对呀、啊，之前豪府的黑热搜太多了，还有被那个大皇女买水军造谣。我们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曝光平台，若我们拿到了冠军，那定妆喷雾的销量还不得加起来绕地球一圈？记住，今日春分，喝点白茶，收肝补气。春分。嗯。哎呀，快看这张刚发芽的小脸蛋，是不是他就很适合当我们男团的可爱担当啊？反正我都听姐姐的。好美丽。嗯，今天是春分、啊。春分啊！哎呦，我都差点忘了春分，万物复苏，最适合强身健体的日子，也是很适合出道的日子。可是我们之间除了三弟，其他人都没有任何歌舞表演的经验。嗯，当然有，在你们面前的是五年模拟、三年高考的准训练生，唱跳俱佳，人气顶流。嗯。Cindy， 我可以教你啊。如果真的能帮到七主，帮豪福渡过难关的话，我当然愿意。起来。嗯，好茶，好茶呀。陆成风，就差你了。我才不去呢，你个榆木脑袋能想出什么男团？少看不起人了。我倒是相信七主的判断，愿意一试。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你有了解他？这段时间我与七主相处，他的性格与之前大不相同。你是否真心了解过他？反正我比你了解，我比你更用心。我看未必。够了，够了，陆成风，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谁啊？这么可爱，为什么要扔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的？
全花城就只有你这个大直男能把荷包绣成这样。大姐，我以前在家又没学过，还不是那个狗屁难得学院学了一点。你还说你不喜欢别人不长嘴，你不也一样？明明都准备好了礼物，又什么都不说。你教育别人的时候，先想想自己吧。对不起啊，其实当时我跟你分手是因为爷爷得了重病，我必须挣钱来帮爷爷治病，不想拖累你，可是也没想到还是救不回爷爷。那你当时可以跟我说啊，为什么要自己受苦？谢谢你，还记得春分是我生日，明天是你们四个正式训练的第一天，记得来。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脏吗？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陆成峰，我们分手吧，你给不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已经退学了，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这是大哥丢在门口的，他只是口是心非，其实满眼都是你，我若不逼他一下，你们都不知道闹别扭到什么时候。所以你之前对我做的是故意做给他看的？不然呢？哦，嗯，没事。反正我早晚都是要回到山中修道的人。你皆已入无形道，便不可再动凡心，一旦有了情，便会内功反噬，体内气血倒流，痛苦难耐而亡。作为男团要有团魂。再来一遍，三二一，走。加油加油加 油, 加油，我们是好府寺。云飞啊，你的 wink 有点太僵硬了，自然点，感觉观众就是你的朋友。你 wink 一下。作为男团，可不能只是花架子，必须要有阳刚之气。男子气概，从今天开始加强体能训练，每天至少俯卧撑500个。聪，引流男神陆成峰啊，要比他们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你不行啊。这样能行吗？这可太行了，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师。哎呦，我们陆大画家的油画也是一绝的，只是这里没有油画颜料，对吧？温柔的星空映在着你的眼睛，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知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
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借你手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游戏知道该怎么做了，去吧。侯府的列祖列宗们虽然美丽纨绔任性，好在迷途知返，今天我当着祖宗的面再次将家主之印传给侯府的第十五世传人郝美丽。爷爷放心，从前是我糊涂，但从今以后我定会带领郝氏家族重新走上巅峰。好孩子，不要哭，爷爷明白你的决心。爷爷，我没哭，我就这个香有点熏眼睛。哎，爷爷。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毒香，闻者便可昏厥。郝美丽，我看你们还怎么跟我斗！欢迎大家来到花城一年一度的创花营大赛，非常荣幸，今年的比赛在我们翠红楼举办。那么接下来有请主办方代表花城女帝讲话。平身。作为以美而闻名全国的花城，何为美？如何创造美？一直都是我们在探索的话题。今年我们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组成了百姓投票团，最终让他们投出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创花魁。陛下，吉时已到，请您宣布比赛开始吧。一直盛传豪府有四位呼声很高的选手，怎么一直未见呢？陛下，每年比赛都是天师亲测的吉时，可不能延误啊。按照规定，未按时间到场者当取消比赛资格。豪府四来了。不是中毒了吗？不可能啊，我亲眼看到他们七窍流血倒下了呀。已经按你的吩咐给大家服用了绿豆汤，幸好有花清晨让翠红楼的旧识打探到了下毒的消息，我们都提前服用了解毒茶。其他人还好吗？都无大碍，已经送回房间休息了，大夫说不出半日即可恢复元气。如此重要的比赛为何迟到？正所谓芙蓉万朵姗姗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刚刚好。姗姗而来的出场正是我们豪府四对美的初印象。好一个芙蓉万朵姗姗来，妙啊。此巧思还要感谢大皇女成全。那就好好比赛，
场上见。还好我早有准备。郝府寺，我看等会儿你们死的多难看。今年绘画的主题是如花。哪怕是倒影，一路追寻，颠沛流离，坠入梦境。一波未平，无尽是友情。一生守护，久长不敌，心底涟漪。现在开始投票，投翠红楼的请举牌。梦影无人走我今日，知己能许，茫茫人群。好，那接下来投郝府的。我宣布郝府获胜。废话，记不住的这句句话，是烛光下。大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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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安静一点，我还没宣布呢。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现在场上还剩下三位选手，分别来自翠红楼、豪佛以及叶国。那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叶国的选手正是叶国的四皇子殿下。你快看，好厉害啊。小心！你是女子？我宣布，获胜的是翠红楼。他们使用暗器，他胜之不武。哪里有暗器？没有，打不过就是打不过。算了，阴沟里的老鼠怎么会承认自己偷油脂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激动人心的团体战。那今年的创花魁将在豪府和翠红楼两支队伍中产生，让我们拭目以待。我就不信这局还赢不了了。用脂苏粉整那么花哨。下面出场的是郝府寺。稍等片刻，容我们做个造型，马上回来。1, 2, 3。인눈에보면난저번에가숨이됐으면난저번에가도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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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도
大家的表演精彩吧，这就是我们豪府哥哥们用的定妆喷雾，大家快来看吧。哎，一场歌舞表演之后大量出汗，体力劳动，脸上的妆难免融化，这时候需要什么？该补妆了吧。还好我们有豪府定妆喷雾，化完妆后喷一喷，隐形定妆效果好。豪府定妆喷雾，他们好，我也好。好好好，都有都有。我也来，我也来，给我一个。想要真心给你，我好想爱上你，想要花给你，我好想爱上你。这样下去不行啊，库房的存货都没了。是啊，粉丝们都太疯狂了，这为了小象都几十几十个都买了。难不是连夜加班了吗？哎，小心点，大车冷静，不要急不要急。居然上了这么疯，就再给你加吧。来人呐，不好了，豪府胭脂铺急死人了。哎呦，豪府胭脂铺造成严重的拥挤踩踏事故，导致多人受伤，现判豪府赔偿100万两，吊销豪府店铺市籍，永久不得开门营业。别灰心，当年你太奶奶创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辆小推车，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小黄车，家人们，这款好事小黑瓶定妆喷雾，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油皮，想要达到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买它准没错。这是豪府小白瓶定妆喷雾，水雾细腻，有入林间穿行的感觉，就一个字，热。我们豪府胭脂铺在全城设立了20个站点，可以直接在站点下单，第一时间由我们野狗帮免费送货上门。没错，随叫随到。小姐姐们，云飞把定妆喷雾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原价50两一瓶，现在只需40两，少了整整10两呢。而且现在可以拼团，每50瓶云飞再砍10两，多拼多砍，大出血啊！小姐姐们，速来抢购吧！小姐姐们，都有都有，来，来，这是你的，这一车我全要了。啊，四皇子，是四公主啦。啊。那你说你怎么样才肯嫁给我？是不是一锭银子不够？我这还有。我跟你说了，我已经有妻主了。那可以和离啊，我保证只要你嫁给我，我绝不再娶，就独宠你一人。这小子有情况啊。我是不会和离的。四公主您身份尊贵，肯定能找到比我苏云飞更好的夫君。你最好，那日比武是你救了我。又勇敢又绅士，你就是天下第一好。
哎呀！原来四公主是女儿身呀，而且还生得如此娇俏可人。你们俩刚刚我是怕她摔倒才。姐姐，你千万别误会，那日比武，云飞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摔下台输了比赛，我觉得内心愧疚，所以特意来谢谢哥哥的。原来真有情况啊！我就想我们家云飞的身手怎么会轻易弃权？其实那日云飞哥哥已经知道我是女儿身。那是意外。哦，我们家弟弟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了。四公主今年芳龄16啊，那跟我们家云飞的年龄很般配呀。姐姐是愿意让云飞哥哥跟我在一起。太好了，刚刚哥哥还在担心，其实不愿意同他和离呢。我没有。哎呦，这小子，你怎么不早说啊？婚恋自由，只要你们是情投意合的，我定会成人之美。太好了，西卓，你这么说，你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云飞哥哥，他是担心身为男子，和离之后再嫁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好，那你放心，和离之事就交给我。谁敢在你们背后指指点点呢？我替你做主。你凭什么替我做主？你又来添什么乱？你怎么能这样跟姑娘说话呢？你干什么凶云飞哥哥？对不起啊，你别生气。走开！我告诉你，我苏云飞这辈子都不会跟妻主和离，死都不会。我们家云飞年纪还小，有时候有点小性子，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我会替你好好劝劝他的。人前装可怜扮无辜，人后捅包子，还真是好美丽的惯用伎俩。什么意思啊？你没看出来他是故意挑唆你和你云飞哥哥关系的吗？他根本就不想和苏云飞和离。大皇女对他有所了解？岂止是了解，想不想听听他是怎么用那些下贱卑劣的手段抢走别人东西的？四弟今天怎么了？第一次见你这么安静。是啊，都不习惯了。没什么。我今天还特意准备了云飞最爱吃的盐焗鸡。鸡翅留给你。不劳姐姐费心了，给哥哥们吃了。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云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喜欢吃什么做什么，不必劳烦姐姐费心。我怎么可能？一个鸡翅而已，至于吗？你们俩？陆成风，这是我特意给弟弟留的。弟弟不想吃，别逼他了。快吃吧。哼，我不小了，你们能不能不要总把我当成孩子？我是个男人了，我能独当一面了。哎，不是一个鸡翅至于吗？我们云飞也长大了。是啊，醉翁之意不在鸡翅。哎，我去，又多一个亲戚。啊，不好了，后府后山起火了，发现的时候火势蔓延，整座山的药材都要被烧光了。怎么样，有办法了吗？后山的艾美草全被烧光了，库房里仅存的也仅够我们用一个月。如果现在开始培育，按照艾美草的生长速度，等到它出现至少半年以后。那我们之前接了那么多预订单，根本不够啊！有没有能加速生长的办法？目前没有，除非我这里有你们要的东西，艾美草的原料我这有，想要的话拿苏云飞来换。是你放的火？对啊，就是我。你们都被郝美丽蒙骗了，她就是一个用各种手段骗男人、抢别人东西的坏女人。是大皇女让你这么做的吧？你少废话。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是我放的黄，跟别人没有关系。这草在我们那儿也叫做百花草，我们宫中也是用它做原料来养猪的。百花草？对啊，我已经对比过了，一模一样。而且呢，这草在我们那儿长得比你们这旺盛多了，遍地都是。要不要你自己选？不可能。好，我跟你换。好，我跟你换。不过我要先确认里面的是不是艾美草。你拿去一验便知。走吧，云飞哥哥，走吧，走吧。放开我！等等，今晚我会拿去验货，我确认无误，你明早再来领。好，那明日某时我准时过来。记住，你这样对云飞会不会太过分了？眼下为了帮豪府度过危机，只能先委屈弟弟了。难道琪琪真的不要我了吗？昨天是你的笑那么熟悉。你是在这等我吗？四弟，肯定还有其他办法。算了，我想了一夜，系主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眼下事情这么棘手，我苏云飞又能救豪府于危难，也算回报豪府这么多年的恩情了。保重，要不再等等旗主和大哥吧。算了，往事已经到了，走吧。不用换了，姐姐。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艾美草 Plus， 不需要你的百花草了。什么布拉斯？就是能够快速繁殖的艾美草。百花草虽然跟艾美草形色相同，但因为生长环境不同，所以它的生长速度比艾美草快得多。我和陆成风用了一夜的时间用百花草做实验，终于提取出了里面的原液。通过嫁接技术结合艾美草本身体株比较大的优势，我们培育出了能够快速繁殖且质量高的艾美草 Plus。 按照这个速度，不出一个月咱们的第一批原料就可以供应出来了。其实我们昨天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只是一直没有原料，没想到四公主亲自送上。太好了，好美丽，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把云飞哥哥给我，昨晚答应我这是你的缓兵之计。弟弟是我的家人，我怎么可能把家人给出去呢？你敢耍本公主，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让欺骗我的人付出代价。他耍我。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郝美丽诡计多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气死我了，我堂堂叶国公主还比不过那郝美丽。是啊，她凭什么跟你比？不过是耍了些狐妹子的手段。放心，姐姐一定会帮你的。我这儿倒还真有一两子，别打开。这个东西，你可千万要当心。姐姐，苏云飞这家伙。大半夜叫我来这干嘛？酒？苏云飞，你喝这么多酒泡澡不要命了？姐姐。喂喂，你不会真晕了吧？哎，起来。哎，来。姐姐，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从你的眼睛里看见我的倒影。
喝那么多酒干嘛？我第一次，有点紧张。什么第一次呀？你又乱说什么呀？哎，赶紧回家了。啊。姐姐，你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姐姐，我真的就想问你，心里一点都没有过我吗？苏云飞，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过我。你还小。有。还是没有，那我就当姐姐默认了。姐姐别走，我好冷。姐姐。嗯，全湿透了，我去换个衣服。我等你回来。嗯，姐姐醒了。昨天晚上。你以后不准再给我喝酒了。你怎么这么不知道情趣啊？睡都睡了。你乱说什么？昨晚只是睡觉，睡素的，什么都没有发生。知道了。哎，那以后还能跟姐姐睡觉吗？你这孩子又乱想什么呢？我不是孩子了，我会长大的。我可不是那种会等待男孩长大的女人。那我就为了姐姐快点长大。那我去给姐姐打洗脸水了。姐姐，我回来了。此蛊世间极为罕见，毒性凶猛，若非这下蛊之人自有解药，否则最多三日便会毒其攻心而亡。大夫，你再想想办法。恕老夫无能，这世上根本无药可解。大夫，你别吃了没用的，这不是一般的毒，必须下蛊之人交出解药。问题是会是谁下的？对，得先把下蛊之人找出来。不用找了，下蛊之人正是在下。又是你，我杀了你。别动，这是解药，只此一颗，你若强抢，我现在就把它毁掉。好，我不动。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你离开郝美丽，跟我在一起，签下这张卖身契，以后做我的奴隶，终身不得与他再相见。你得到他的人，得不到他的心，有什么用？我不管，这世上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爱云飞哥哥了。你这么不择手段，只会让四弟更讨厌你。好，见。快把解药给我。这是怎么回事？不懂生长丸根本不是什么解药，你骗我！你骗我！我真的不知道。下蛊就是为了让郝美丽被折磨致死，我
怎么可能会留解药？多亏了四公主那个蠢货，终于可以帮我除掉郝美丽这个眼中钉。都是因为我才害了姐姐。大哥，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吗？如果真的无药可治，或许以毒攻毒会有效。以毒攻毒，就是用一种毒去综合另外一种毒，但如果将毒直接服下，还是会导致再次中毒。不能将毒直接服下，去找一只毒蜘蛛来。好。大哥，毒蜘蛛找到了，在盒子里。这蜘蛛虽然有毒，但不足以一击致命。若是正常人被咬上一口，再快速解除毒血入药，或许有解毒的效果。我来。这只是理论，实际效果我也不知道。况且这蜘蛛毒性挺大的，我自己来。还是我来吧，你们俩懂医术，还是得留下来照顾齐主的。不行，你身子骨弱，被这蜘蛛咬后恐怕撑不住。快，给我放弃！他为了救郝美丽，竟然真的连命都能不要。果然有效果，机主的气色都好了很多。这什么情况？死脉？什么？胡说！他可是郝美丽，他要遗害千年的，他有何用心算？我要送他去医院！滚！别发疯了！那你告诉我怎么办？你真是看他死吗？我还有一个办法。七主，你终于醒了。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我不是好好的吗？林行之呢？杜成风，林行之呢？他走了。行儿，你要拿到能解世间死脉的解药，必须重返师门。你要知道，这次折返，你便再无法回到红尘。七手经脉被损，唯有师门秘药可以将经脉重塑，救他一命。即使再见他的代价是死，你也不后悔？绝不后悔。你的心已经乱了。我。若你想要求药，便西行上山，36000叩首，让祖师爷看到你的诚心吧。从小到大，我无父无母，师父把我带大，告诉我修成正道即是做人的意义。一直到你出现，我才发现人生原来有这么多可能性，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去争取。虽然我一直把无尽道挂在嘴上，但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几年在豪府已经有太多我心里放不下的东西。有你，有豪府寺，有爷爷，还有这段时间我们经历的点点滴滴。我多么想像你一样有那么强的韧性，永远笑容灿烂，向往自由。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不该入红尘的人入了红尘终究不会有好结果，所以祝福我吧。我终于可以回到原本属于我的地方，也请你答应我不要放弃自己的青春。我知道你是爱陆长风的，他也爱你，他给你的偏爱和守护是我给不了的，所以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感情，毕竟这是我最后能为你们做的事。王美丽，这辈子我就把你交给他了，下辈子希望我们能早点相遇。你会回来吗？师父，徒儿让您失望了。罢了，也许他是你此生必须经历的一劫。究竟他是你修行路上的绊脚石，还是助你成道的阶梯，就看你日后怎么修了。姐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啊，我吃的可是神药，身体倍儿棒，芝麻麻香。倒是你失血过多，快好好补补吧。还有你这个傻子，照顾我这么多天，很累吧？要不我们去吃饭吧，肚子饿了。七主，大哥，走吧。今天这一桌是我专门特意为大家，当然专门是为了我们家云飞准备的全血宴。有猪血、鸭血，还有血肠。其实也大可不必呢，尤其是这一碗大血汤，很补的。明天开始每天喝一盆。你们干嘛？快吃啊！不自觉流的泪。姐姐，你到底怎么了？干什么？在吃饭呢。我带你去无心道把林星辰寻回来。干什么？在吃饭呢。我带你去无心道把林星辰寻回来。为什么？你满脸写着我好想他四个字。可你不是总吃他的醋吗？如今他现在离开，你不是应该高兴吗？我更不愿意让你。什么？我知道，因为我误会你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的爱。来到这里之后，一切都很慌的。但他们让我感觉到了那种最纯粹的爱，让我自愧不如。但是我想说，我爱你，不输任何人。不想看你这么难过，所以只要你开心一点，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为我做到这种程度，我什么都给不了他，是我让他的人生多了这么多的困难。他只是回到了原来他的地方。真的吗？我们跟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或许不牵扯太深，对我们对他们都好。哎，侯家主，外面有人送了好多车百花草来。难道是四公主真的转性了？四公主本性并不坏，她只是被坏人利用。真正恶毒的，另有其人。不是说无药可解吗？
施主，以毒攻毒。回答皇女，此毒确实闻所未闻，从未在医书上有过任何记载。我让你准备的药呢？在此，此毒已清水服下，即刻便会头晕目眩，几日后方可恢复清醒。你们两个今日将这毒药投到全城的井里去，还有女帝的井，千万别被人发现。是，就是，是。好美丽，这是你逼我的。哎呦，疼死我了！哎呀，我是真没想到，郝家主竟然是这样的人呐！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把什么东西扔到井里了，当时我还没在意，没想到今天喝完水就头痛欲裂啊！一定是他给大伙下药了。走，咱们找他算账去。走，好美丽，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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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给我出来！郝家主，这投毒犯，把他抓住！抓住他！不是，你们是不是搞错了？郝美丽，你胆敢往井里投毒，殃及花城百姓，带走！什么？不是我！走，就抓他，就该抓他！大胆郝美丽往城中水源之处投毒，祸害全城百姓，你可知罪？启禀皇帝，我是被陷害的。陛下，今早我寻来宫中天师问了一卦，果真如百姓所言，说投毒者地处西南，家中富贵，正是他侯府所在之地，更有人亲眼目睹他投毒，证据确凿，岂容他狡辩？我甚至怀疑他往宫中水源之处也投了毒，目的就是屠城夺权，这是冲着您来的。你胡说。女帝，明明是前几天大皇女指使人给我下蛊，害得我身中剧毒，命悬一线，家里的人无奈只能用蜘蛛以毒攻毒。昨天我一直待在府中休息，从来没有接近过景天。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何故要泼污我？你抢我台词吧。这药效发作的真是时候。陛下，您莫不是也中毒了？大胆刁民，果然是你。我没有。别吵了，朕现在身体不适，无力处理。来人，将郝美丽关入天牢，等候看护。女帝，我是被冤枉的。姐姐为何一定要置她于死地？我早同你说过，郝美丽的身份是母皇的私生女，她的存在是有辱皇家脸面的。这事已过去多年，连郝美丽自己都不知情，姐姐何必苦苦追究？不需要她知道，她的存在就是对皇家脸面最大的威胁。陛下，我们必须要除掉她。姐姐没有必要如此狠心，身为一国之君，就该当断则断。朕还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一个皇帝。你来干什么？我来求三皇女再帮我一次，让郝美丽签下与苏云飞的和离书，不然按照花城的规矩，妻主死了，夫君必须陪葬，这样我和云飞哥哥还是不能在一起。我凭什么要帮你？凭我过几日就要登基，我就是下一任叶国的王。好，成交。如果四公主失手，要确保郝美丽走不出天牢。是，去吧。是你，没想到吧？到最后，云飞哥哥还是我的。四公主已经出城，都盯紧了。要确保万无一失。回大皇女，四公主拿到和离书之后，属下亲自看到她离开天牢，此刻已得手。去吧，
是。好，明日太阳升起之时，整座女尊国就都是我的了。陛下跑了，他们打进来了，等着去。整个女尊国能与这个皇位匹配的只有我，所以毒也是你下的。当然，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我待你不好吗？你若是待我好，就该早早将这皇位让出来。你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从小到大，我哪里不努力，哪里不如你？我才是母皇的嫡长女，何故她眼里只存得下你？你如此软弱，连个好美丽你都除不掉，你凭什么？就凭我，我像你一样冷血残暴，为了继位不择手段。你闭嘴！守着你那副被杀的嘴脸，当真执意要这么做，不后悔？我从不做后悔之事。四公主的军队明天就要进城了，到时候我们两国强强联手，一起吞并诸国。你太懦弱了。住手！是郝美丽，你竟然没死！大皇女皇位未夺，我死不瞑目啊！识相的，赶快把这和离书给我签了。小心被他们来暗杀，要是大皇女派来暗杀你，宁妃哥哥他们在宫外等你。快去扶你弟去休息。是。禀告大皇女，咱们的军队被破了。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来的正好。还想跟我斗？你要一起死。郝美丽，你也太自不量力，要不是因为你，整个天下就都是我的了。林行之，你怎么来了？家国有难，即便我修的是无情道，我也要保家卫国。一个两个的都这么自不量力，把他们都给我杀了！是。行啊，没想到你还会瞬移，帅啊兄弟。危机已解除，我得回师门了，各位保重。
我跟曾昭和西山却一直。李行之，为什么？寻寻觅觅，其实我刚刚是骗你的。这次我是私自下山，道心再会，你的经脉逆行，要是无疑。 你还在骗我，你要撑住，我们还有办法的，对不对？我们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路要走，对不对？走不了了，我不能再保护你，你要让我安心。 李行之，好美丽，下辈子换你守护我。李行之，李行之。 日子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其他人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他们各自精彩的人生。姐姐，军中事务繁忙，我就先不在家中用膳了。好啊，今天练兵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加油！
苏云飞因为护驾有功，女帝特赦苏云飞成为花城第一位男将军。记住，我也不回来吃饭了，我要去月华楼训练一批新的练习生。四弟，等等我，载我一程。花清晨呢，开了一家月华楼，专门培养礼乐人才。在教坊司的支持下，月华楼开遍了全国。本少要研发出一款新款粉底液，本少也真是天才。真的吗？我试试。至于我们俩，似乎一点都没变。这家伙还是一样的任性罢了，但也是他让我知道，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就会满眼都是你。只是我原以为跟爷爷告别是上辈子的事，没想到活了两辈子，离别还是来得那么猝不及防。美丽啊，如果有一天爷爷消失了，你会很难过吧？我们还会再相见的。这次消失了，就不回来了。这次，爷爷你……我会去那颗星星上，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你在那儿会过得好吗？好。只要想到我们美丽啊，爷爷的心里啊就暖暖的。谢谢你，让这个不省心的美丽又活了一遍。原来爷爷早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好美丽还是好招娣，都是爷爷的好孩子。爷爷，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爷爷先去那颗星星上等你了。陌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上元节是一年中最浪漫的日子。姐姐，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放花灯吧。听说上元节放花灯会被河神记住，生生世世都会相遇。干什么呢？不带着我？这花灯这么灵啊？那它归我。这是我的。哎呀，这是我的花灯，不给，站住！不给。好吃。
方丽丽，要不是因为你，他们都不会死，全是因为你。我终于明白，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也许是久别重逢，也许是前生相欠。如果注定没有结局，那我们就不复遇见。穿越也是冥冥中的重逢。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吗？你大皇女啊？打我！你是疯了吧？我招弟，你疯了吧？这四巴掌我是替他打的。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咱们电影《乘风而行》的先导预告片，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咱们再过来吧，你有病吧你！我要向大家澄清一件事情，我根本不是什么来自荷兰的 Cindy， 这些都是我以前的经纪人给我造的人设。我叫郝昭娣，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什么国外。我出道的原因是因为太穷，当时我的经纪人跟我说，做了练习生，每个月的工资4000，管吃管住，我就稀里糊涂的进入了娱乐圈。但我不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真正丢人的是那些嘲笑别人姓名和出身的人。对对，这说的有道理。还有这种只会买水军造黄谣，靠散播别人谣言上位的人。我的那些假艳照都是唐诗批出来的，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交给司法机关，大家可以继续跟进。我郝昭娣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人。三二一，就怕你来晚。我跟你们说，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后来战争爆发，你上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陆乘风，他们说制片组让男女主角一起去现场，有记者会拍。怎么，屋里有东西啊？原来刚刚只是我的一场梦。陆乘风，我有话要跟你说。我知道可能有点荒唐，但是就是我在化妆间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们都掉进水里穿越了，你在梦里的名字还是叫陆乘风，可是我的好美丽。故事的第一句总是很逐渐是你的笑那么熟悉，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不用跟那三个男人分享你的。原来做梦不止我一个。哇，好帅啊。听说了吗？咱这个戏啊，好像变成多男主的戏了。多男主？哎呀，说来了个大资方，增加了投资，完了要捧他们公司新签的几个小鲜肉。哼，不是，凭什么？我男主我不知道。This moment gone. Now it's time.
我敬你一杯。我叫你来干嘛来？你看看人咋都会来事儿啊！我跟你说，一会儿还要来一个非常厉害的投资人陈总。来来来，你要再摆这个臭脸，我告诉你，明天你就别拍戏了。站起来，快点，拿着。喝一杯。好。啊，刘总啊，美丽说跟您喝一个呀。啊。上一个吧。刘四老板，很喜欢给你来个喝。哎呦，陈总来了，哎，今天我来晚了，不如我自罚一杯。哎，别，我替你喝，陈总，我替你喝。陈总看起来人还不错，但是他不会是过后还需要更多回报的那一类人。我只是不喜欢看到女孩子这样。对了 ，Cindy 小姐，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我公司？我会让你的才华被更多人看到。为什么陈总觉得我可以？因为我之前看过你的作品，我觉得你是一个才华横溢、内外兼修的演员。这样的你，怎么不可以呢？记住，我是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无用的人？不是，你不是个没用的人。记住，你别安慰我了。我没有安慰你，我问你，醉红楼一共有几个花魁？一个。那你为什么能当上花魁？因为一副好皮囊。因为你唱跳俱佳，容貌瑰丽，这样的你怎么会没用呢？可是他们都说，你跳舞跳得不好，情商超低，连陪人喝酒都不会，对吗？你怎么知道的？这是典型的职场 PUA 啊！因为我曾经知道一个人，他和你的经历非常的相似，他也经常被这么说。可是，他都熬过去了。他现在可是全国，不，是全球有名的巨星，收获了非常多的喜爱。那些打不倒他的，都变成了他绽放的燃料。相信我，只要活下来，就会变得更好的。这是我的名片。谢谢陈总。陈清欢，花清晨，是我应该谢谢你。你小子怎么回事啊？啊，打着个脸你装什么呢？就是啊啊，就是你这干什么呢？你啊，住手！你们再打报警了！放下，给我等着啊！等着！你这故事很精彩，他居然有四个老公。喂，爸，我跟你说了，我不喜欢唐氏，别管我，不想在家里。他好像是我们系的。不过不太熟悉，你说的故事真的很精彩，我觉得可以写成小说。我个人觉得我最磕的是女主和林行之，我希望他们可以下辈子重新认识，一生一世一双人。我相信会的。我要去上课了，下次见。下次见。这人身上好香。林行之，我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去，没教课出来的。走，我带你看个东西。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不好意思，快走啊！好美丽，下辈子我必收你。林行之。
世上唯一不变，世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这是哪里啊？我怎么出现在这儿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喂，陆成风，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我们分手吧。你给不了我想要的未来，没有我的生活，你要自己好好的。我不管你有没有听见，我已经决定。张帝了。逐渐是你的笑，那么熟悉。离开的时候，假装没有雨。你决定跟我分手？对不起。依然爱你，没说出的再见，你的背影渐渐地。不用对不起，因为我不同意。你是不是听不懂？没有我的你，幸福吗？啊啊！模糊的画面。你是因为爷爷不想拖累我吗？但这次没关系，我会和你一起面对的。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爱你。而且这次我不会再丢下你。对不起，路上堵车，我迟到了。男主已经去现场了，只能先拍没有你的戏份。你赶紧去化妆吧。早。哎，听说这次跟你搭戏的男主年纪可轻了。真的？是吗？嗯，是呀，还很帅呢。虽然年纪小，但是本人性格挺沉稳的，感觉比看起来成熟多了。啊，那他这种肯定特别受欢迎。最近有流行姐弟恋，那些小姑娘啊姐姐肯定都喜欢的不行。我有次看了采访，她说她有喜欢的人，好像还是姐姐型的呢。哦，这么甜呀。就是脾气不太好，尤其是不喜欢等人。不喜欢等人，这下死定了。哎呦，你可算乔装了，赶紧走，男主等你半天了。他这会儿看起来可不太开心。哎呀，完了完了，我知道他不喜欢等人。对不起。我最讨厌等人了，但如果是你的话，等多久都可以。姐姐。他们说上元节的时候，相爱的人一起放花灯，生生世世。